我在霸总管去当保姆吗？给你300亿，离开我儿子。我看今天谁敢让他走。只要我在这个家一天，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从今天开始，就由老宅的徐管家接手顾家，我看你们高兴几日。徐管家，干嘛找管家看你了？万一来个更帅的呢？徐管家。浪费一堆日抛美瞳，算了，人不可貌相，万一还人挺好。上班没穿工作服，绩效扣你20。大龙不在，别装了。谁给你装了？上班卸妆再扣20。你说我怀的好好看？真的吗，娜娜？我要当爸爸了。真的吗？我有8孩子了。何娜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哎呀呀呀！不行，别惹事儿，进这门不许进来。王妈，不许对耿小姐无礼。那死东西吓我一跳。说别让进来，别让进来，你不要想少，就会对他下手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让人倒胃口。脸都揪成这样，能不倒胃口吗？你想要笑呗。哎呦，没错，爸爸就是我。何娜娜，你是我的女人。你不扫什么你就在这看，别找事啊！日报写了吗？就在这。你以为肖北辰为什么出车祸？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做顾景琛的女人。你本来是说他们也还在这看，中国也没。除非你们三个干嘛来着？你们来不了，你来不了，我日本。顾总，夫人的爸爸为什么保不住了？没事没事，睡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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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孩子们，我说所有人都给我陪着。你坚持，有就是你。你给我陪着。我就不干嘛，有说你就真的。我说我真的你什么？你来打架，我是管家，我是管家，我是管家，我要看着你我能走。哎，我听到他。我要看着你我能走。为什么你来了就？今晚和我一起回老宅，给我好好打扮一下，别总是一副死样子，给我顾景琛丢脸。徐管家，顾总，王妈，我还没拍呢。我这样穿裙子会不会很不好看呀，王妈？哎呀，小姐，您要是把卫生做好了，这是我特意为您挑选的法国进口的大牌子，始于1918年的百年脱毛品牌，85%成分源于天然，特别温和，还添加了苏拉索、芦荟椰汁，你看脱得很干净，使用也很方便。真是个抢公斤，越是很好啊，小姐，你在想些什么？徐管家，我的女人都感动。赵爷不是已经走了？不，我不信。他走了几天，他都抽了。不，娜娜不中。娜娜，我离不开你。徐管家，去找医生来。下次股东大会，我不想再看到顾景琛，问我怎么办？当然是找到他的软肋哦。小顾总，我知道顾总的软肋是谁。我离不开你，徐管家。原来是他。哈哈哈哈哈哈。